神之手，妇产科名医抢救新生命。他一直听说，哎，怎么没有心跳？而且住院是一边听呕一边内诊，一看啊，我摸到胎儿的脐带，脐带掉下来，掉脐带为什么掉下来？是因为那个胎儿的手呢伸到这里来，脐带刚好被压住，血液就过不去了，就濒临死亡。我的手就要一直放在那边，当垫子，就这样子跟他进开刀房，一条小小的生命就这样救下来。但如果你当时不刚好撑住他的话，大概不用3分钟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